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早上好。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昨天学的字。眼睛，眼睛，眼睛。鼻子，鼻子，鼻子。口，口，口。手，手，手。耳朵，耳朵，耳朵。脚，脚，脚。头发，头发，头发。复习好了之后，现在我们打开华文作业一第七页，把第七页圈起来，写上姓名、星期和日期。身体部位，把正确的涂上颜色。第一个是耳朵，耳朵，耳朵。看看哪一个是耳朵，把耳朵涂上颜色。第二个是脚，脚，脚。右边的图是脚，把脚涂上颜色。鼻子，鼻子，鼻子。哪一个是鼻子，把鼻子涂上颜色。把耳朵、脚和鼻子都涂上颜色。今天的功课到这里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